二婶，我和军管会的同志商量过了，大家一致认为您和二叔支持共产党，是共产党最好的朋友，而且您主动将产业捐出来为支持咱们县建设做了表率，军管会决定要给您开一个表彰大会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什么好表彰的。二婶，有了您的表率作用，我们军管会以后的工作会更加的顺利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难道您不想借着这个机会为我二叔证明吗？同志们，在我们感谢苏玉清女士之前，我想先说说泰丰厂。潍县有一句俗语，十万只鸡，七万泰丰，说的就是泰丰厂。然而这并不夸张，不仅如此，泰丰厂还生产出了潍县第一台柴油机和第一艘机动渡船。带领工人兄弟们取得这些成绩的，就是一位叫慕容柏的同志。有人说慕容柏是汉奸，曾经给日本人做过事。今天在这里，我就要告诉大家，从抗日时期，慕容柏同志就一直在为我党、为八路军制造枪炮。他与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就在泰丰厂。如果不是他在日本人身边忍辱负重，如果不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给八路军传递消息，那么泰丰厂生产出的枪炮就会打在我们同胞的身上。八年的时间里，慕容柏同志一直顶着汉奸的名声，他不仅要忍受着同胞的误解，还要时刻面临着被日军揭穿的生命危险。同志们，今天的胜利不单是我们的胜利，还是慕容柏的胜利，是泰丰厂的胜利。今天苏玉清女士将泰丰厂捐给了政府，那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她。一生热爱机器，泰丰厂能够支撑到今天，并不是我丈夫一个人的功劳。这些年，泰丰厂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，每到最关键的时候，总有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才将泰丰厂撑到了今天。这些人里，有共产党的同志，有工厂里的工人。你们的名字都应该刻在泰丰厂荣誉的丰碑之上。那横幅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拥军模范苏玉清女士表彰大会。三叔。哦。嗯。乖。这是几张？这个。二，这苏联专家真是了不得，不但把三叔的眼睛治好了，还比别人啊多一只。臭小子，子叔，你逗笑的是咱们，吵醒的可是你闺女。就是，哎，把我闺女让我抱抱。我刚把她哄睡着，你可别吵着她。你要想抱孩子，你自己生一个呀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？子叔，你们有了。顾云首长，当爹了。去。看我三婶现在多厉害呀！我三叔啊，就算是孙猴子，也逃不出五指山了吧？
三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，小乔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犯恶心。你这样多久了？我最近半个月吧，我就老犯恶心。没事啊，嫂，我这阵过去了，明天我就找个医生瞧瞧。可不是要找个医生瞧瞧吗？也不知道是男是女。总之啊，慕容家又有后了。三婶，我二婶的意思是说，你跟我三叔就要当爸爸妈妈啦。你来了啊！您看看，这东西对不对？我把这东西放到铁料下面，不会被人发现的。那这要是送到太丰厂，太丰厂有人验收检查，你怎么办？我给太丰厂送铁料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杜黑子信得过我，从来不检查，你放心。是是。怎么样，可以吧？我先给你100块大洋，事成之后，剩下的一分不少你。还是家里好吧，你们多吃点。哎呀，还是家里的菜香啊。但是要说做菜，还是二嫂做的好。这个迎风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哎，这不来了？我来晚了。梁大叔，我们正说您呢。我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丫头。梁大叔，现在世道太平了，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自己啊？政府信任我，让我当了太丰厂的厂长，我以后啊可有的忙了。梁大叔，我说的是生活上，工作只是一方面，您还有半辈子要过，身边都没个说话的人。要不，今天我来当回月老。给您牵一次红线，大小姐，我这人啊，半辈子都过来了，我习惯一个人了。云峰啊，你老站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坐呀！是，哎，大叔，这是小乔的位置，起来起来，这么多年了，早就成一家人了。你坐这儿，来，上座，赶紧的，坐，还这么讲究，坐坐坐。云峰啊，你看，这都是家里人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你就直说。我哪有什么想法，我在慕容府里这不当了半辈子管家，现在二爷他就留下二奶奶一个人，家里得有人照料不是？梁大叔，这个园子将会被改建为军管会的办公室，以后这里不会有慕容府，也不需要什么管家了。月叔，二奶奶还在呢，怎么就没有慕容府了？是，二奶奶可是金枝玉叶，身边没人打理杂事，那怎么行啊？开饭了，辛苦了。菜都上齐了，辛苦了。来，这些年战乱频繁，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啊？我从来都不敢想，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像今天这样团聚在一起。虽然我把这个厂子和园子都给捐了出去，但我高兴，我真的高兴啊！来，大婶，高兴。二嫂，来，这些年啊，辛苦你了。世道动乱，谁又能全身而退啊？看着你们能够好好的活着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把这杯酒干了。来，干，二婶，这杯酒，我不想敬您，我想求您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说什么求不求的，只要我能做到的。刘兰，你吃。好啊，我尝。二婶，
月叔，你赶紧起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二婶，以前大家都是身不由己，可现在世道太平了，不愿再让您受苦，我求您忘了二叔，开始新的生活吧。翰林是我的丈夫，我不挂念他，我又挂念谁呀？两年了，二婶，我二叔如果活着，他早回来了。罗医生说您身体虚弱，就是因为忧思过度。虽然你嘴上不说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您太思念二叔了。是啊，如果二叔知道您这样，他怎么会安心啊？你们想让我过上新的生活，什么样的生活算是新的生活呀？放下过去，找个疼爱你的男人，过下半辈子。你们的心意我都了解，但二婶老了，不可能再像你们年轻人一样过日子了。二婶儿，好了，赶紧起来，大团圆的日子，别说扫兴的话。大家吃饭吧，来吧，吃吧，来，林芳，来，咱们喝一个，哎，三爷，来，您吃。小乔，吃饭了。哎，二奶奶。三婶，咱们得盛饺子去了。雨倩啊，月叔和月鸾说得对。梁一峰，我这次一放手，太风厂就不是慕容家的了。你陪我再去厂里看看吧。雨倩，小少爷从事到今天20几年了，你也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。不是还有你，还有小乔。我要是觉得孤单啊，就找你们来说说话。日子啊，也就这么过去了。其实我是见了翰林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人不吃不喝一门心思的钻研经济。人家都说翰林不像个少爷，倒像是个落魄户，每天衣服脏乱，满身的机油味，根本不像个公子哥。但是他们都不知道，在我眼里，翰林一门心思钻研机器的时候，什么少爷公子哥都比不上。因为翰林，我这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太风厂，但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你这大半辈子也为了太风厂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呀，就是心思太多了。雨倩，你想说什么？下半辈子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？你不是一直在照顾我，照顾莫文家吗？不是像管家照顾二奶奶那样，就像男人照顾女人，丈夫照顾妻子那样。林峰，什么人？谁？我去看看。别动！什么人？刘柏林。慕容柏，太风厂已经交给解放军了，你还敢搞破坏？喂，上次没送你见阎王，既然咱们都是老相识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。今天送你，梁一峰，梁一峰，你挺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你回来多久了？你果然没死，为什么没去揭穿我？
你也是个可怜人，只是我没想到你刚才为什么会不知道为什么。上次我将你推下山崖，这次我替你挡了一枪，我们谁也不欠谁了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梁一峰，你挺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你应该先去找刘伯林，他是来回太方长了，乖去，却不能让他得逞啊。那你梁一峰，你等我回来。哎，我回来。银峰，银峰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呀？啊，赶紧，赶快去医院！啊，哎，你怎么不行？起来，快起来！梁一峰，雨晴，我没事。刚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快别说了，赶紧的。我把话说完。我怕我以后没机会说了。如果你在嫁给阿姨之前就认识我，我有没有可能娶你？雨晴，连骗我也不愿意。你再不去医院，来不及了。我不值得你救。时候我在场，三爷眼睛被毒气伤了，我也在场。看看这个，这是我爹用过的东西，杀父之仇不能不报。快点，这些事情本来应该由齐思负责。大哥恼恨齐思疏忽大意，害死了他最好的朋友，才将齐思赶出了永泰。之后也因为你，大哥就将永泰改为泰丰了。泰丰，泰丰，就是梁永泰和你梁英峰啊。不是这样的，泰丰是国泰民丰，你骗我。你骗我！齐思是记恨大哥，他是想借刀杀人，不然他为什么不给你爹报仇啊？等你到了清风岭才提出这桩旧事。银峰，我推荐你当太丰厂的厂长，也是想补偿你，补偿梁家呀。喜欢机器，老子就让你死在这儿，我让你死得其所。
刘伯雷死了。死了。梁一峰也死了。不会再有人危害泰风了。他到死也没把泰风给抢走。想哭就哭吧。我把太丰厂和慕容府都给捐了，捐给解放军了。你不会怪我没和你商量吧？玉清，捐给解放军好，以后太丰厂就再也不怕风风雨雨了。三弟，二哥，罗医生，这几年谢谢你对玉清的照顾。当初我们共患难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您不必客气，但实不相瞒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夫人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，又加上台风厂的大小事情不断，外忧内患，里外夹击，她已经是油尽灯枯了，谁也不知道她还能再熬多久。马医生，你要救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救她。我会尽我所能，你们也要注意，一定不能再让他情绪波动。三婶，怎么了？我有手帕，来坐这儿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，给你把把脉。没什么大碍吧？怀孕期的正常反应，多注意休息就行了。
罗莉，嗯，你和罗汉是亲兄妹吗？不是啊。那你以前见过这个手帕吗？我说见过了，我都不知道帮他洗了多少次了。对，罗汉专挑带着海棠花的手帕，他到了道院那会儿才这么大点儿，身上就带了块绣着海棠花的手帕。他是被收养的吗？我们都是被乐道院收养的。那他是几岁到乐道院的？五六岁吧，他刚到乐道院的时候病得很厉害，过了半年才醒过来，后来谁问他，他都说不记得自己以前的事儿了。那你有你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小少爷。小少爷。小少爷，当年你在集市上被人掳走，我听到你的叫喊声就从巷子里传，可是当我跑过去，我只看到一个踩碎的面具。面具。好，我去拿药。我仿佛看。小少爷，你的名字叫慕容渊。慕容渊。他就是你爹呀。兰儿，爹对不起。爹没有早一点认出你。老天可怜，让我们父子能够有再相见的一天。兰儿，咱们快去找二嫂吧，二嫂知道了，她的病马上就会好起来的。对，快去见你娘。这二十年来，你娘没有一天不在想你。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小少爷，等二嫂醒过来，知道你回来了，她一定会好起来。不能让他知道啊，他现在身体非常虚弱，虽然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但他现在就像是风中的烛火，稍不小心烛火就会熄灭，更别提大悲大喜的事儿了。可二嫂，他盼你盼了二十多年。小乔，就把渊儿说的吧，只要雨晴能活下来，我们就将这个秘密说到底。我这是又睡了多久？夫人，您醒吧。罗医生说，让我先为您抿几口蜂蜜水。来，您这睡了一觉，精神好多了。来，先抿几口蜂蜜水。
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嗯。我想叫家人过来帮我洗个头发。我帮你洗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没关系的。哎，哎呦，不用不用。哎，萝莉，你把那椅子搬过来。哎呦，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们呢？尤其是罗医生，哎，谢谢你们了。哎呦，这孩子。咋了？你躲开我来。帮我打瓶热水来。哎，罗医生，你会放风筝吗？小时候陪着爸爸妈妈放过。我也有一个儿子叫慕容渊，我经常在想，是不是我给他取错了名字，如果他不是一只风筝，就不会断了线，飞去了我看不见的地方。如果您的儿子是一只风筝，那他也一定是一只永远不会断线的风筝，因为他是您的血脉。您放心，无论今后您走到哪儿，他身上的线一定都会在您手中握着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在幼儿园呢。月叔，二婶这副身子骨熬不住了。等你生孩子的时候，娘家连个陪床的人都没有。二婶，你好好养病，等到时候我带孩子来看你。月鸾和月叔都是我的心头宝贝，你们能不能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伤着他们。我答应你，阿婶。
怕我做不到，我还需要你在我身边提醒我。子舒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你不但要帮我照顾好月鸾，你还要帮二婶好好的照顾好你二叔，明白吗？医生在，你不会有事儿。韩林，这些年你比我守信用多了。以前啊，月儿溺水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没了儿子；你失踪的时候，人家又说我是个寡妇。当时我不明白，但是我现在懂了。老天爷让我失去，是为了让我懂得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想好好的睡一觉。渊儿，给娘把被子盖上吧。
风飞扬，如此好时光，把思念放逐天涯，仰头望，眼中有泪，有泪不轻弹，只因背负家国难，心向往，儿女衷情长，用挚爱去疗伤，痛断肝肠，慷慨悲歌，悲歌歌几曲，国破山河放不下对你的牵挂，面对面沉默，背影是忧伤。纵然千般柔情，纵然千般柔情化飞远，终会生沧桑，天大地大一颗心，却放不下对你的牵挂，面对面沉默，背影是忧伤，纵然千般柔情，千般柔情化飞烟，终不悔半生沧桑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我这画爸爸的柴油机。我就是想做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柴油机。实业救国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自信自强的最好的证明。中华民族工业取得了胜利。宁被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你要是不愿意讨好日本人，你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。要是刽子手，你宁愿站着死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这些年，毁了多少好东西，但还有些是他们带不走的。